屏幕前的广大朋友啊，今天是2020年的4月21号，我在这嘎达呢是齐齐哈尔，37年来特大暴雪来袭啊，齐齐哈尔遭遇暴雪围城啊，老鼻子的东北人都说没见过这么大的雪了，哎呀妈呀，头一回呀，这雪到底有多大呢？来，你自己看看吧。有倒挎的，有没腰的，还有走不动道，用身体雇佣往前轱辘，恨不得踩高跷的。你再看看这个啊，有车埋上的，有大雪封门出去屋的，也有钻洞挖雪窟窿的，还有大棚压塌了，损失惨重，躲在旮旯里偷摸哭的。不但雪大，还冷啊！你看看这个小脆葱啊，冻得杠杠的，用手一掰都酥了。又冷，雪又大，就连高速公路上那也下得老厚了。你瞅瞅，你瞅瞅啊，车误到那嘎达也提不起来速，挪不动步了。这大雪呀，这大风啊！怎么想给你俩嘴巴子，让你土豆搬家滚球子？你快点给我远点扇着吧！你可别再来祸害俺们老农民了，俺们老农民上有老下有小啊，拖家带口的种点地儿不容易呀。